大家好，今天我做不擀面的，是个现成的手工空心面。水开了下面，这个面你看随放下去都发热了。三天后下些菜。烧开后关火，给碗里面倒些姜醋，然后给里面先舀汤。给里面加些葱花油，给里面加少量的盐。如果你再吃盐轻的话，就不用加盐。哎，给我放这儿，好点。葫芦子呀。嗯，这是空心面吗？是手工挂面。它是不是空心面？是。是它的名字叫空心面，但是它就是手工挂面。啊。Thank you.